来了我的小宝。经理老板，经理，你怎么老开老板的车啊？我开哪个车你上哪个车，要不然谁知道谁的小宝贝啊？你赶紧给我下去啊，老板坐稳了啊。我等会儿，经理。老板，今天晚上就让我回家睡呗。没门，我在经理开车。哎，好嘞。哎，等会儿，经理，别着急嘛，少过来这套。那个老板，我觉得吧，是吧，这次你直接给他出男的，让他直接下去，让他睡车上睡一天，睡两天，睡一个月。出男的，对，你行，那我就考一个男的，咱们国家神仙的名字都知道吗？我这个并不知道。上，回答错了就不用想回家了。妈祖叫什么名字？林默娘。阎王。蒋子文。判官。崔珏。黑无常。范无咎。白无常。谢必安。月老。月老叫柴道皇。有人，这也知道。财神爷。赵公明。灶王爷。张奎。爸，你出难点。灶王奶呢？灶王奶高兰英。王母娘娘。杨回。玉皇大帝。张友仁。观音菩萨。哎呀，张妙善。最难的一道了啊。太白金星。太白金星。李长庚。什么？你这书不是难的？还有吗？马经理，你下车吧，让小东开车。你那他都回答上来了，怎么办呀？不是闹吗？你不是我。哎呀，你快下去吧，快下去吧，下去吧啊！走吧。去，拜拜，马经理。老板，走吧。好。